你拿着这个罗盘，一路向北走，尽头之处便会看到明泉。司马，谢谢你。往后，愿你能褪去魔气，重新开始你的人生。你只知对他情深意重。 而我对你的情谊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呢？他已经千年不消了，司马，快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 相伴一生的，结果你却瞒着我自己来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寒生，我已经见过明泉之主了。真的？那他答应帮我们了吗？灵婆护士的破解之法究竟是什么？一生一死。 这是何意？天劫难破，你和我之间只能活一个人。本君为了白灵坛的众生，只能舍弃你了。